大家好，我是森仔。看到我身后这一片吗？丹竹灰，这种是丹竹来的，在我们农村常用于编织用的一种竹子，但是很多人呢都不知道，白白这层灰墨可以说是宝贝来的。先借镜头给大家认识一下这种丹竹。农村这种白色的竹子在你们那里叫什么？你知道它的灰墨有什么用吗？这种丹竹呢，它是竹节长得非常长一节的，还有它每一个竹节都长有这种毛毛，这种毛毛非常的软，但是它身上这层白灰呢，这层白灰就是我所说的宝贝。这层白灰它的用处非常的大，晒伤长汗斑就可以用这层白灰直接敷到长白斑的地方，它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，不用多久它就能还原你的皮肤。这种丹竹你们家乡有没有啊？如果有这种丹竹的话，又那么巧长了晒伤的白斑，就可以采取它的灰墨。上面我教大家怎么用，比如长白斑的地方你用手一指，这样摩擦它，感觉发热的时候就可以涂上这一层白色的粉末了，这样一直连续涂个十来次了，就能开始看到效果。像我们拍视频呢经常会到外边晒嘛，就很容易长这个白斑，像我脸上就有。今天呢我就是出来采取这种丹竹灰，采取丹竹灰非常的简单，可以这样用手指刮刮它就上来了，很容易。农村这种丹竹灰如果你认识了，你一定会觉得它非常的厉害。今天呢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下面搞点这个东西回去擦脸上的汗斑。好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